很多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人大概都是听住他唱的粤语歌，看住他演的粤语戏长大的，可能是终身未遇的原因。如今已有71岁的汪明荃，看起来倒像是只有50出头的样子，身材也是凹凸有致，在演艺圈的成就也成就了他在香港娱乐圈说一不二的地位。人老了以后的样子可以反映出他的一生，不管在什么场合，我们见到的汪明荃都是一脸沉稳，说好听的是气场强大，不好听的说就是戾气太重，这大概与年轻时受的伤害太多，而从小性格又太过独立有关吧。汪明荃1947出生于上海，汪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汪父祖籍江苏，毕业于沪江大学，跟林贝玉家是同学。据说汪父年轻时长得酷似当时的电影明星白云，而汪母曾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医院当护士。上了中学后，汪明荃曾把护士当做自己将来的理想追求，然而汪明荃却害怕看见鲜血，且理科成绩平平，加上自身在文艺方面的兴趣与爱好的增加，1966年念完中学的汪明荃考进了丽的电视训练班，成为丽的旗下的首批演艺训练班学员。由于表现力超强，汪明荃在训练班时期就得到了指导老师的青睐。仅1967年他就参演了多部电影。1968年汪明荃因出演电视剧《四千金》而一举成名，这部电视剧也奠定了他在丽的地位。1969年汪明荃获得演艺事业上的第一个奖项华侨日报十大电视明星金球奖，为了使自己的演出更进一步，1970年汪明荃自费前往日本深造歌舞技艺，以优异成绩结业。1980年汪明荃与谢贤合作的那部《墨水千山总是情》不仅让他红透港台，更是成为了内地家喻户晓的女明星。1985年汪明荃被查出患上了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病因大多都是一个人作息时间紊乱以及无规则的饮食有关联。当时曾有无数人劝汪明荃退出娱乐圈，但是他却说自己的病是天意，反而要更珍惜每一天的生活，不能让自己留下遗憾。经过手术和化疗加上精心保养，汪明荃看起来竟似乎完全康复了。1988年他因在演艺的成就超卓，被新华社香港分社推荐做了港区人大代表。这一年他还与罗家英组了一个浮生粤剧团。汪明荃自小就喜爱喜剧，尤爱粤剧，虽是半路出家却唱得风生水起。1987年罗家英获邀出演粤剧《穆桂英大战洪州》中的男主角杨宗保，而女主角正是汪明荃。在经过一年的共同相处后，两人互相有了好感。1988年两人一吻定情，但是曾经在婚姻中受过伤的他不想再轻易涉足感情。在认识罗家英之前，汪明荃曾有过两段感情。汪明荃其实结婚很早，1970年汪明荃在从香港电视台赴日本学习期间跟从事制衣行业的商人刘昌华相识相知。1971年两人结婚，1983年两人离婚。离婚的原因据说有两点，首先是汪明荃的婆婆限制他经常外出拍戏，多数时间他要在家中料理家务以及照顾婆婆的饮食起居。其次，汪明荃曾经在拍戏时流产，造成此后很难再孕，加上当时汪明荃与香港金牌司仪何守信的绯闻，离婚似乎是两人当时唯一的选择。汪明荃与何守信的绯闻其实早在1975年就已有报道，当时在某次节目中，何守信忽然握起了汪明荃的手，一时间传言四起。而当时何守信的妻子是同为无线艺员的欧佳慧，同汪明荃还是朋友。不久后何守信传出婚变，同年以离婚收场。
汪明荃被指是破坏婚姻的第三者。1983年汪明荃离婚，众人本以为何守信与汪明荃终于称心，谁知何守信却同时与另一女星陈丽思拍拖。新闻爆出后，汪明荃我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把自己入行后的一切简报逐渐的烧，资料烧完了，树也差点烧焦。据说他当时因为气得太厉害，整个人瘦得厉害，甚至一连看了6年的心理医生。他后来自己曾透露，之所以会得甲状腺癌也与此有关。认识乐嘉英后，一开始汪明荃不喜欢乐嘉英，觉得他嬉皮笑脸，爱吃人豆腐，时间长了却喜欢上他的细心体贴。1988年两人在演完浮生乐剧团的穆桂英大战洪州后，终于走到了一起。两人交往期间，乐嘉英曾多次求婚。1996年母亲节期间，乐嘉英刊登报纸广告向汪明荃求婚。2003年乐嘉英在汪明荃演唱会的舞台上当众求婚。2004年乐嘉英在汪明荃获颁香港银紫荆星章之际求婚，随后他又在汪明荃演出舞台剧时求婚。在2002年汪明荃曾再次患上癌症乳癌，乐嘉英始终不离不弃陪伴左右，但汪明荃始终不肯答应。2005年乐嘉英被查出肝癌晚期，汪明荃哭了一整晚，第二天他便与乐嘉英一同投入到抗癌的战争中。乐嘉英抗癌成功后，汪明荃终于答应了乐嘉英的求婚。2009年5月2日，61岁的阿姐汪明荃和62岁的男友乐嘉英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